唱吗？你觉得这歌好听吗？他问是吗？哦，你觉得这个女孩漂亮吗？但我如果告诉你他是个男人呢？这个，你听听这个歌曲。Thank you. 拜拜。有声音了吗？啊。难过的，来找一个啊！这个女孩是不是俄罗斯很有名？No。啊。但中国人都很喜欢她。这两个是同一个人。OK，Thank you 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？啊，漂亮不？来，大哥们啊，他们在猜你的年龄。你看看有没有猜对的。Посмотрите, правильно ли
我也不敢带领。黑色的，好。啊，来，你们猜猜这个美女多大了？这个黄头发的这个，嘎个鸡边咋不听？说法。说法，他呢？那是家。18 No。18 No。那这个呢？你猜猜这个 17 21 OK thank you 这个不行啊，这个给警告了，这个胸太大了。拜拜。这个也就20多岁，不可能18岁，你还一猜还总往18岁猜。哎，不行，这个胸太大了，这个给我警告了啊，这个。